战哦。要爆了，要爆了！哈基，哈基，哈基，可恶！哈基跑掉了。又是一个，是一个。去哪里？没有火箭弹，位置过不去。我能放。你们配合一下，配合一下。你们等一下下一波一起。我的顺序不对，火焰弹好像不太够了。对，回来哦。等一下，我再弄金了。好。啊！不要射我！嗯，要铁资源的那个岛都很多，超级多。现在只有团团，可是团团有盾牌会比较麻烦一点。对，这样打很快，很讨厌。就不是你们等一下要船的时候，真的要配合一下，不然你们炸了也没有人。好了吗？我准备了。好，说一下，要炸了吗？好了，我过去了。好。这太快了、哦！有、哦、我这里点了，我这里点了，我这里点了。点到了，有点到了，点到了。繁星的也点到了，繁星也点到了。啊！还过不去、啊，还过不去。啊、不行，还不行，不行啊！这对。哇，那里就已经差不多已经铁成这样了，来不及。太难了啦！我觉得要抢，现在抢赚点太难了，抢、不太。要不然就不要抢。对啊。看能不能去抢其他点，用分数压回去吧。嗯，过不去。喂，嗯，这样，我帮大家做资源哦。铁桩那边直接就有铁桩可以拿。哎，刚刚。你后面，你干嘛？想干嘛？干嘛？至少我们铁桩的资源都会有。嗯。下去下去。就一直穿着铁桩四处奔波抢点，让他们中间的也被迫要走。没了，没办法，中间抢不下来，好难。因为他高也不能垫太高，然后就也不知道怎么打会比较好，不太好勾、一次吧，正常模式。啊，正常模式一次，正常两次我都输啊，然后特殊零一次。别说啦，我全输啊，全输。第一次赢呢，我把那个最后一命。一命吗、太刺激了吧，一命。一命我觉得我应该早早就要当主播。我觉得应该很快就结束了。很快就被结束了。只有一条命啊。好，来。也不用分开啊，就直接。为什么繁星是灰色的？繁星刚好踩到，你刚好踩到。我没有动、啊。那繁星就蓝色啦、啊。嗯，繁星蓝色。我就偏要这个。好，来来来来来，看他，看他机会再输哈。一条命哦，通话可以。我是最衰的。哎呀，是衰。那这个观众场会怎么样、欸？感觉很好玩。我觉得很恐怖哎、欸，感觉超恐怖、欸。弓箭战、啊。可是我觉得这个人多应该会资源的分配比较好。阿基，我做工作台。嗯，好。那你做实际。对啦，攻击的点也可以多一点，就不会那么。我直接像延伸出去，像蚂蚁一样去拿线。我拿箭石哦，线的地方赶快拿。好，我再拿了，我再拿了。我来帮小雨挖铁。好、哦，很重要，我赶快挖。不用了，小雨铁我拿了，铁了我拿了，给你。你没有拿。谢谢。你这是对面的，我骗你。对面的为什么在跟我们讲话？对面的骗人哦。骗人的。假装自己是对面的哦。哎，我这边物资有，你要不要拿一下？哎、欸，箭石可以做了吗？箭等
剑士有剑士，你们给你解决过来，我来，地上，他挤到中间了，干嘛？走开哦，走开哦，赶快，是坏人，他挤走一条命，打死他，他挤走一条命。盖走！我过不去。只有一条命的状态下去哦。盖走！打他了！只有一条命的状态下就要玩掉。他屁股！打屁股！他屁股真的要打他！不要！快打他！不要！他屁股！不要打我屁股！我的屁股痒痒的！哎，小美，小美，小美！你干嘛？打嘴！哎，繁星！哎，打到小雨啊！我掉错了！快点！两个了！哇！哎，一条命不能出来，不能出来！哎，复活了吗？不是这不会复活吗？我掉下去了，我以为是不会复活的。啊，不是，右边有写那个命有限。哦！救命啊！我深入敌营啦！对对对，是被生命换走命的，我被骗啦！没关系，你一条命换他们三条。好，可以。欸、我还想说用钓竿欸，可恶！你钓到我！哇，你钓到人了！了可以了，钓对了，钓对了，没错没错。对啊，很棒，很棒，很棒！不要，你干嘛？好痛哦！啊，好痛！不痛，很痒的，痒的，痒的，痒的。痒痒的而已啊！他去，装备先弄起来，装备先弄起来，这里。准备要先弄装备。小雨，你后面，小雨你后面。不要，我不要相信你们。哎呦，小雨小心，我叫你小心。小雨就跟你讲了哈，我还用错稿子哇，可恶！讲不听，不要听。不听。哎，巧克力，你下面那个没挖，你下面那个没挖。哎，不听和尚念经。OK， 我下面挖。我刚刚在帮你挖。哎，帮我挖下面，谢谢。帮你挖下，然后就下去了。什么东西？不要重复好不好？哎呀，你想跟我开车是不是？不要，现在时间还没到，不要开啊！哎呀，很远呢。远呢？右边想干什么？没有啊，我知道，我身体太出来了。你们钻石都很 OK 哈，还在吸。好，要不要有人去拿那个黄金？正在路上。不要信。good， 我见识很多啊，一直射不停。团团，来射我啊！来射我，在这里。我帮你盖保护，帮你盖保护。在这里。好，我要下去了。会跑啊？没有啊？怎么射到我？八级路过，我射到你。小雨不要挡啦！干嘛啦？很恐怖哦，挡一下。不会啊，小雨下去啦！下去啦！反转，还是反转了，反转了！开挖，开挖，开挖！高智，做一次钻高。哎，中间的钻石，有，还在这，回来。等一下，现在。有点困难，欸、我躲进来的，钓不到，太远了，哦呦，好痛！你要干嘛？你才要干嘛？剑士要从我面前飞过去，我这么远都射得到，射你啊！贱人哦！哇，怎么要射我了？明明不是我骂的，为什么要射我？我没有，明明就不是我骂了，好凶的哎，心碎了。哦，啊，我忘记挖黄金，可恶！哇塞，钻石装哎，那你怎么有东西爆出来了？十七颗钻石。钻石那么多，带一点回来啊！等一下哦，我要跑回去了，跑喽！下去！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冲啊！小雨，不要过来！会痛！ Okay. 小雨，会痛啊！我挡起来了。回家了！家里的箱子有钻石，好。我们中枪杀他了，我们慢慢的冲出去。有，
我从阴影中到来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哇 ！Yes！ 啊啊！一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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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喂，卡森买了买了。哎呦，喂，卡森啊，天啦！我来铺安全的路。好。哇！我不要死我！哇！不要！痛！啊！死了！快去中间！快去中间！快点！拜托！中！八千八千！啊！中间现在没人吗？八千八千！没人啊！很多人呢、啊，三百壮士在中间呢。对啊。他没人哦，那我们要过去了。欸、可是问题是他们有弓箭啊，我不有，我也有弓箭，我有弓箭。你去右边快点啊！哎、啊欸，等一下，我们哈基的弓箭石没中我，没中。为什么？我有弓箭。八个假的，干嘛？假的，都是假的，哦、很痛。对不起，又少一命了。会痛、啊，刚刚刚刚好成功哎。哇啊！我死了啦！哎呦，他们剩六条，他们剩六条。等一下，队友别再死了。怎么了？是扣弄快？对啊，我一转头发现奇怪，我们的分数好像也没有很高。我抢回赚点了，我抢回赚点了。好好好。嘿嘿嘿嘿嘿，尴尬啊！就差那么一咪咪。想干什么？那是我家，不行。哎呀，哎呦，哎、欸欸，我出去，哎、欸欸，我又回来了，哎、欸欸，我出去，哎、欸，我在射，哎、欸，我在射，哎、欸，我在射，哎、欸，中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我也是中了，痛了，老玉，你干嘛？你在那干嘛？痛死了，好痛，好香啊，小雨凶我，走嘞。哪个镜头？杠杠，你要干嘛啦？杠杠，你要干嘛啦？杠杠，你要干嘛？杠杠哦，杠杠，杠杠哦！射射射！跳起来好准哦！杰瑞，坐矿车喽！坐矿车？什么有坐矿车？坐矿车？有人开始坐矿车玩了吗？坐矿车喽！耶！刚刚想干嘛？刚刚刚刚飞过来了，他们剩两条命了！哎，矿车，矿车！冲啊！矿车时间，矿车时间。为什么我那么多矿车？很好笑。为什么啊？哎呦！再叠，再叠，再叠，再叠。繁星怎么下去啦？拿一下，拿一下再。让我完成一环嘛。三环，三环。哎呦，让我完成一环，不要射我！下一条命，下一条命，好不好？哎，剩一条，快剩一条了，剩一条了，不要射！有团团，我继承你的遗志。快点，我要盖盖出一环，更多的矿车。给你看，给你看。三环三线要做好做满。对，木头不够，木头不够，资木头资源。好，木头资源。对面到底怎么了？等他们矿车巡回一下。来来来，刚刚来，刚刚来。好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为什么会有矿车？材料是可以做得出来的啦，可以。我刚刚会凋零。哎哎哎哎，不是说要让我们完成一环？一环一环一环，那是是只有巧克力说。哇！这时候开始踢球了。盖太高，他就一直骂你耶，对吧、啊？对啊，他会骂你说你超过啦。有了有了有了，可以做。刚刚先做，刚刚剪彩，快点。剪彩。哎呀！做不到就结束啦，有色十分。哈哈哈！哈哈！哈哈！垃圾垃圾。哎呦。好啦，休息了，说不定下次有机会也可以用观众场，就人多。休息啦，然后进攻吗？会怕，会怕。要进攻啊！进攻。看他头都这样。好啦，休息啦，休息啦，拜拜。最后终于赢啦！哎、欸，好难玩，不是好难玩，是蛮好玩的，可是好累哦。
好啦，感谢大家收看啦！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；想继续看，帮我点个订阅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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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我现在玩到满身都是汗呐、啊，游戏好难玩啊！而且不是重点是，我现在一次玩很多款游戏，麦块，然后 LOL、DOE， 再加上我玩的那个半人马之心，哦有播广告，有播广告了，所以我刚刚还有泰阿瑞亚，刚打开包包按到 ESC 嘛。然后按 I 是那个 POE 跟那个半人马之心，哦，超乱的。好啦，先就这样啦，各位拜拜。